河南俩小伙翻护栏被抓现行，交警罚两人反复翻护栏，让你们翻个够。11月16日，河南漯河，在人民路和交通路交叉口处，两名小伙子不顾安全翻越护栏被交警抓现行，为让二人树立交通安全意识，交警让俩小伙儿在警亭旁边的临时护栏上反复翻起护栏来，让二人一次性翻了个够。两名年轻小伙子图一时省事，罔顾生命安全，对安全护栏视若无睹，随意翻越，被交警当场抓了个现行。为了让二人留下深刻印象，在批评教育后，交警让二人在警厅一旁立着的临时安全护栏处反复做翻越护栏动作，两名男子轮流在护栏上反复攀爬翻越起来，一个两个交警在一旁一个个为其计数。从现场视频可见，男子翻到后面明显有些体力不支，甚为疲惫了，动作越来越缓慢，